各位大家好，我是阿拉。好，今天来抽珍宝了，已经开放可以抽了。为什么要这个皮肤呢？因为是东风窑嘛。那这次的监管呢，跟风有关，所以呢，东风窑应该能够把风给召唤过来吧。好，应该是这样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推理之境呢。刚之前走过了，然后现在还有80个骰子，然后一样是按照惯例先走完了，走完看还有多少个珍宝可以抽，我们就再利用这个先抽完之后白嫖了之后呢，然后再抽正式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始走起。好，全部走完呢，一共到了985步，还没到1000步，但是那不重点，重点是呢，珍宝看一下，好，17抽是不是？这最新的吧？对，十日者是，我觉得啦，我居然会觉得原皮比金皮还要好看一点呢。应该说原皮那个风格，克鲁苏的风格已经很明显了，所以这个金皮就我觉得，啊，但抽到我是不介意啦，对我抽到不介意，先说好，对，不介意，哎，还好了，但是就平常心。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好看的居然是蚕食者，哎，第三个才是归来者，好吧，其实。能不能抽都是看天啦、啊、好不好啊，先来抽吧，直接把这个17抽先抽掉。诶、欸、哦没事，好，开始吧。好，一样是涂鸦十连抽。好，这是头像。头像诶、欸、一样诶、欸、一样诶、欸、怎么会这样？好，感染。哎呦，我新的博士皮肤。新的哦。总算有新的博士皮了。啊，头像涂鸦，是涂鸦吧？红夫人剪影，好，来吧，十连抽，金光乍现，随便来一下。哇，这玉女怎么那么丑啊？我能丑成这样也不容易耶，其实。好，然后推罗子，玩具商可以，中规中矩。好了，就这样子了，好像没什么特别的。好，还有几个臭保底，45臭保底。好，继续。哎、欸，涂鸦吗？可惜啊，不行，不能按10连抽，卡在这个。哎，好了好了，用掉好了。欸、又是他，海草绿耶、欸。这个很敷衍的、欸，这个皮肤很敷衍，谁会想用那个皮肤啊？我在场上会用到那个皮肤吗？不知道，不得而知。好，算了，直接来抽了。灯泡还有试炼者、欸，哎、欸，蓝皮不错哦，不错哦，是个不会用到的皮肤哦。好，再来，哎、欸，是蛇剑可以，这个一样可以兑换积分，对不对？好，哎、欸，直接涂鸦，哎，这次不错哦。好，开启十个试炼抽，不会是运气这么好吧？不会是运气这么好吧？事实总是很快速的打我的脸。就业鹤，就业盒，好，这个皮肤，不知道怎么评论呢、欸？无法评论的皮肤，戏虐率，这次的皮肤怎么都那么丑？丑到无言。甄选者蓝皮还可以，是怎样丑到无言呢、欸？可以这么敷衍的，是不是？糟糕，完蛋了！我觉得，就算是不是抽到金皮，感觉好像心情也不会太好。哦，直接涂鸦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来了啦，来了啦，来了啦！客气什么？客气什么？金光了啦！哦，丑丑的逆袭，有点影响心情。好，蚕食者，哭泣小丑 ，Hello。好，算是我第二个满意的皮肤了。对，这皮肤确实是不错看。好，然后剩下，哎、欸，刚那个是那些，刚那是蓝皮，你敢信吗？刚那是蓝皮耶、欸！天哪、啊，三观被修正了，又是戏虐率。来一下哦。哎，手艺者又是他。哎、欸，头像吗？还是涂鸦？刚刚我没看清楚，是头像是涂鸦啊！算了，继续单抽好了。啊，涂鸦，这就是红夫人的剪影。好，
啊，在16件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就可以在10连抽，这个是获取精华积分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来啦，哎，哦，按到什么？来吧，10连抽。哎，哦，没反应，走啦。哪里口嘞？哪里口嘞？好吧，我已经习惯这种史射了。对，青苔史射，叫青苔史射一点都不为过、啊。哎呦，教授可爱哦，这造型我喜欢哦。哎，刚才涂鸦吧？反正抽到错乱的怎么办？好啦，涂鸦就涂鸦，直接给你十连抽了啦。三二一，走！金那个光，不会影响是完全不会影响心情的，各位。啊，死者！天哪、啊，天哪、啊！我就说嘛，就是你知道心情，就是一开始就是不能说我要抽这个，你心态上就要放软，就是要觉得说就是。不要太在意的一些无谓不谓，你就是想说这样就算了，就没抽到就算了，那种心情就一定会抽到。然后呢，最后这个什么归来者，我是觉得还好，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倒是我的真心话，我真的觉得蚕丝者比归来者好看，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完全完胜，好不好？食者加蚕丝者我都拿到了，我就不要，我就升起来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我要解释一下，因为有些人问我说，为什么不抽这个？为什么不直接买这个天狼星跟这个？孤屎心，对，为什么不买这两个？因为我是觉得还好啦，我是觉得没有到很好看，所以我觉得个人观点而已，我觉得没有很好看，所以我觉得不想买。对，就这样，单纯就不想买而已，觉得不好看。好 ，OK， 因为买皮肤这种东西本来就见仁见智，有人觉得好看，有人觉得不好看，这很正常吧？好，就像是我刚刚觉得，那个哭泣小丑比较好看，然后机械师比较不好看是一样的道理，好吧？我们现在换一下。好，帅，没意外的话呢，应该就是明天会拍，对，明天就拍这个皮肤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帅，好不好？其实我蛮喜欢这套的。好 ，OK， 明明就很高，但是走起来却感觉很矮，这蛮不容易的，对，其实是蛮不容易的。好啦，先这样啦，我们就下集见咯，拜。哦，他变高了，哦，他变矮了。